这一来两千万要当心，风和日丽风平浪静都是陷阱，夏天一来两千万要当心，不要出门会被晒得黑了吧唧，等等别换台，随便你开心。幸福浪丹暑期特别节目《欢乐假期趣味来袭》，为您倾情奉献五门精彩课程：动感音乐课、趣味手工课、多彩美术课，更有戏骨云集表演课、冠军荟萃体育课。我们陪您一起度过。欢迎您收看《非常六加一》暑期特辑《非常少年青春盛宴》。我们是捡垃圾三特零，一共捡了多少垃圾呢？四大袋。哎，他真的有力量啊！他就是广东省汽修机电维修冠军，比想的难太多了。荣耀吧，少年！